如何重置 RenfoScale？ 如果您遇到 RenfoScale 问题，您可以选择重置设备。首先，先关闭体重秤。接下来，打开电池端口并取出一颗。5秒后，放回电池并关闭电池端口。但是，如果您想重置 RenfoScale 的蓝牙连接，您需要遵循以下4个简单步骤。首先，打开 RenfoHealth 应用程序，并确保您的手机上启用了蓝牙和 GPS， 仅限 Android。其次，将一只脚踩在体重秤上，将其唤醒。第三，加载几秒钟后，点击秤型号就会出现。最后再次踩上体重秤即可完成配对。感谢您的收听，希望我们能够帮助您使设备正常工作。如果没有，或者您想了解有关 RenfoScale 的更多信息，请查看我们的 Facebook、Instagram、YouTube 和 TikTok 账户。